红茶嘅图啊，虽然系讲，这个双龙争鱼症啊，啊，即嘛是同款，哦，破了清水画红茶，到处大位是红甲，以前另外来去啉，相逢不用说饮料。哎呀，好哦，继续看，过来。阿玲，叫阿玲，这边求救。小可头个，头个小可想入袂来，因为安怎呢？我那都爱创这样做哩，但咱以后吼，像我今仔日，咱秘书长吼，给咱一点无啊，吼，阿嘛多，咱爱想一个方法。大家的思想哦，想一个方法，要安怎咱的团体？啊，今日你话有人建议讲，我们动心哦，哦，卖用动词哦，拢真好个代志哦。啊，这个物件这是300多年前的代志哦，哦，啊，咱知影讲迄个时阵的思考哦，这个物件哦，这个物件互中华民国推翻，你知影唔知影？因为红门。对台湾开始，啊，台湾因为战争失利了，即个兵吼，大家拢是澳门的兄弟，拢去掠去中国，吼、哦，啊掠去中国，啊落去西伯利亚，啊雅克萨战役，啊掠去迄个西北去战争去做炮灰，啊同时都甲即个学问吼，都传出去啊，吼、哦，传出去，啊传出去伫中国的即个社会吼。全开始有这个红门的存在，哦，啊，红门的存在，佫是把这个红门这个思想哦，带去欧洲、美国，美国去到檀香山、孙中山加入红门的组织，啊，佫伊另外组织一个叫中兴兴中会，即种红门的系统，哦，啊，这个兴中会要求去这个黄花岗。个孙中山进行建两遍，黄花岗啊，出来拢不是一个十次革命，八遍不是伊啦，哦，两遍那是伊啦，一个是惠州起义，哦，1900年、1900年，啊，一个是黄花岗，啊，另外迄个是军事政变，哦，这个半碗的一杯茶，该啉落。爱讲啥物？伊讲研究对方者，你着啉茶；无法度通救者，甲茶倒去上来啉。哦，就讲单刀独马走天涯，修真前来到家来，变化金龙洪太极，波主登基坐上来。即愈讲则愈深啦，但是也无紧啦吼。即主要是咱去开发即个思想，吼、哦，要用安怎的方法，吼、哦，互咱的同心的，吼、哦，要安怎样免讲话，伊迄夹时毛技术哦，迄阵夹时，咱即种无人去夹时啊嘛吼，咱即马可能摕一个电脑，还是摕一个手机啊，吼、哦，无共款。哦，即嘛是一个。桃园结义地，哦，这是坑三杯，吼、哦。咱这一段讲较紧一下，吼、哦。这破林就是吼、哦，你这两杯个移过来，啊，这个林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吼、哦，伊讲桃园结义老官长，中乡第二乡乡第二姓名杨啊，不幸做工中义。万古流芳，流传世无双，世无双啊！出中心一碗，离开边仔两碗啉落，哦，哎呀，够接住，哦，一个碗，一个半碗，一个空的，哦，啊，这边安怎来解决？
伊个方法是就讲甲即个啉起上，吼、哦，含两个空个，吼、哦，啊，即、這个吼，伊、哦、讲我义不就干，我主不就满，我本心忠心汉，此起悲惨。我即我讲解了解啦，吼、哦，但是伊个解说是安尼，吼、哦，啊，过来，吼、哦。有五个杯啊，五个杯啊，要安怎创吼？伊甲即个杯啊，吼、哦，甲移起来食，啊，安尼吼是变做明啦，明朝的明，吼、哦，安尼有即个意思伫个啦吼，啊，都为倒酒瓶的碗甲移到上方，吼、哦，啊，都讲。第七布地，这是去拜六个碗，拜六个地杯啊，啊要安怎创？有，伊讲吼，这两个个移较开，吼、哦，啊，就讲，你爱个讲，一天生水，水朝东；第二生火，烧青龙。青池无水青龙卷，洪家兄弟保玲珑。好，过来，好，这个要怎解？啊，这个解较复杂啦。这个解吼，这个杯啊吼，摕来食，啊中啊一杯解啉落，好，所以吼。天地合成汉嗜酒，改姓埋名尽招兵。杀灭满洲西汉，锦绣山河归大明。可能一讲，哦，这来高的，哦，啊高的哦，这个改移开，哦，改移开，这无移哈，改移开点头。并且武术，好、哦，明主今年登武地邦，文武百官列表，颁皇家百万英雄奖，奏辞明主定朝纲。今吼、哦，我大家做参考。这个红门天地会过去这款的记录，哦，过去这款的记录，这个乌社会的人哦。会晓设计这个东西，这绝对不是无读书的，绝对是读真饱的书的人去设计。爱去设计吼，凭迄个西西里岛的吼，迄、那个意大利的迄个帮派吼，都较厉害。哦，所以你爱知影讲，这款的物件，这款的物件对今后是不是有路用呢？有路用，无路用这样代，咱有法度讲。去认识，去创作，哦，这嘛是无中生有去创作出来，哦，好，创作这个，啊，这么个讲下较实在。阮前政府知影讲，诶，恁即挂汉人伫做红门，应该毋知影，敢无汉奸大奸解讲，天亮方便上天办法，伊讲安尼好。有一条运河叫做漕运，漕吼是三点做一个左错的左吼，漕运这是漕运对。啊，这个吼，伊成立一个叫青帮。咱这洪门吼，洪门是反抗晚清的，叫做洪门。啊，挖晚清的叫做青帮，哦，啊青帮，你那边是来吃头路吼？哦，漕运专门在运盐啦吼，就因为中国吼无出产盐面所在少，哦，啊所以运盐，啊所以出产盐面所在无够，哦，啊漕运你有他们家都，伊下阶层的人都有法度上有生存，啊所以漕运先清白，啊请问啥人家是清白？嗯，就该少啦。中华民国一寡大官拢是青帮，拢
迄头家思想拢通有问题啦，拢真有问题啦吼。啊，因为清帮就是人讲做汉奸啦，做改奸啦，即就是安尼吼。但时间啊，无讲剩偌济啊吼，有啥物问题通来讨论无？十分真久吼，即吼，因为咧讲历史吼，有真侪代志，就是咧过去吼，咱的思考吼，甲比甲即马有区别吼。即晚清的时代就是安尼，哎。无清楚嘞，一贯都无去甲伊研究吼，一贯都来有啥物历史我无清楚啦吼，至少伫台湾历史上吼是近代的代志啦，吼、我所知道的一贯道吼是。早期是没有开放的，啊，后来就是李登辉登基以后，啊，他的爸爸叫做李什么龙，李金龙，他就带头人，他为了就是台独行动，就是用一贯道到东南亚，甚至到大陆，因为有。他们的人也叫我加入，所以我才知道，也是有参与政治。现在可能没有了，因为李登辉没有做了，他爸爸也不在了。谢谢。无啦，咱哦，即款物件爱知影哦，也佫有甚物问题吼？来，老师你哦，苏妈。他拄仔遐有写一个228事件无？有啊。迄个事件就是我去下来，热血滔滔，而且我在前福气的。嘿。所以我今麦要来讲，我碰到的实在的代志啊。好，讲给大家听。哎呀，我今麦不是讲理论哦，也是看一下哦，我家己去碰到的啊。嘿。我那是台中市北区太平国民中学教书啊。啊，有时下昼隔壁厝人无的，伊不写实质都来阮校门内底啊，嘛无甲校长讲，嘛无甲教导主任讲，三入面人三个入面，校长是隔壁都卫生室啊，啊卫生室内底有护士小姐，迄、那个护士小姐名我也会记啊，叫徐秀兰啊，秀兰长，秀兰长，我叫秀兰长，这秀兰。我看到目镜了，那个看的，看的，啊，隔壁虽然无，他也出去，第一，实际上出去啊。啊，问题就是伫倒位，校长哦，好死唔死啊？迄大同市内老师哦，咧赛体育人真少的，啊，我是在咧赛护士班哦，大家拢叫我惊死啊，惊死啊！财富时报的我听下，我听下，你去徐秀兰因家吼，甲因厝的人讲一下，啊学校有发生代志哦，以后袂当再去食饭啦。啊，我听了听咧，就校长都面面讲，叫我再去甲讲，去打电话问去甲因厝的人讲，听了听就听来听去。第二日咧，甲我问讲，徐院长啊，院长，哦，阿因阿都。我伫死啊！要穿一件衣嘛吼，啊烧啊烧，烧啊烧，烧啊烧，啊袂出来啊！啊，我都伫咧老门的中间下头来迄台衣服箱，过来伫我后壁，啊叫是讲我伊个翁哩，你知道？你我拿只两大哩，我那塞去衣服底，我那一卡都好害害落去，那害伊个牺牲吼，伊翁都拄落出来。啊！这俩银行啊，啊！我这个他在啊，我只能玩的玩头头头啊，
我的国民党就伫遐来。哦，这第一点啦。第二点，我的道路，啊，伫师范学校，阮阵叫做学校，无讲做宿舍啦。学校甲困共间，共间咧困啦，所以真亲，啊，做疗学营啦。啊，疗学营咧有四个兄弟。啊，这个第二个啊咧吼，我那咧教书啦。这个第二个叫掠去，好，迄当时的这个军事法官是好，级别偌好咧，偌大咧，你知影无？啊，唔知问啥？我这个同学这疗学员啊，面是个白个哦，啊？军事法官会使让你面子骨白解了哟，白解了就意思你知哦。陈毅，那时候是陈毅，迄、那个所在都是什么千年古园啦，迄都是叫做麻花轿，对吧？确实是啊。啊，确实是的时候，因老爸、甲因母、甲因老母都来看，见到亲人面啊，七公拢老话啊。这个人老伙啊，啊，什么问题就发生啊？因老爸在尿水啦，啊，要分在三个时段，分四两分，分两件是分四两分。啊，因老爸老母都在想讲，若要分两件第二新妇，啊，囝出事啊，啊，什么财产是四分之二分，啊，什么囡仔娶来过去嫁，过去嫁。啊，囝啊，咱个孙仔伊叫做后，叫你嘛是爱叫爸爸。啊，咱了解财产，搁摕叫别人开。哇，安尼要哪算会好啦？这老爸老母有时一日咧目屎流，目屎滴，有时暗去找咧第四个啦，第四个未娶啦，第四个还未结婚啦。我第四囝，好母啊，拜托一下哦，你娶恁阿嫂做我啦。啊！这第四方看到老爸老母安尼在哭啊，又要跪落，我阿妈妈你莫跪落，莫跪落，吼、哦，都在哭啊！啊，所以尾啊，答应老爸老母的条件，哦，第四个阿姐啊去娶第二阿嫂做某啦，啊，佫嫁一个囝来，啊，嘛袂歹啦，啊，恁两个都两人分啦，两人分的财产啦，哦，啊，这一件啦。第三件咧，啊，所以这件我迄个同事哦，即摆是南开公专遐过入去啊吼，哦，有一个咧拜台湾神，恁就知影哦。台中人头前南开公专啊，李顺利有来未？顺利，李顺利你坐起个啊？哎呀，遐咧拜台湾神啊！我是去拜台湾神的时阵哦，要纪念碑，每一个名拢写，啊，黄世杰、黄世杰的名拢写伫遐，我同事的名伫遐，我去往迄个石牌啊，我跪咧在哭啊，哭啊，就是哭。看到到副局长讲，啊，伫迄青年宫只有七十几个，或者第二项啦，第三项我是好好咧办总务啦。啊！本来发薪水，啊，今仔怎么发薪水啊？都是老师来甲我讲，我姓的啦。啊，大同市北区湖南美的医生的假赛啦，我姓的啊。讲就够啊，迄个甲我讲，哎，陈老师啊，伊那无赛啦，我明仔载来再开灯啦。啊，自信还你好无？你本来去也讲唔好，偏偏读书嘛。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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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迄报纸就好，你也去啊咧？啊，你也去过一个大路出去，就讲我叫结婚事，我搁忘记啊！我嘛唔知咧，两工等请假，三工等四工假，那个四五工我才去讲，啊，就几点你啊？人都无来甲我证明啊！我等等七点半就大跳啊！你啊咧，还是咱戆戆不晓啦！你就是去你创一个差异，那好个落去就好啊！唔敢做一挂咧作弊的代志，咱唔敢安尼做啦。
啊，一个事甲送去哦，市政府财政局啊，财政局看看就讲，哎，啊，这人都是有孽啊，你怎么来无转去呢？啊，都安尼，都安尼，安尼，安尼，就去红房去啊，都无伊个操蛋，那实在有家车，我不管你啊，你要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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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都爱赔啊。啊，我是一个月咧去算出来，一个月，甲下个先收钱啊。啊，这个干啥的？啊，一个月提一四号出来，一个月提四号出来，这个啊，欠财产以外吼，迄个是在欠了。这条代志，到今嘛，阮某八十五岁，还唔知影，还唔知影，还唔知我某了一个月是咩？啊，我实在是个气质，可能做个气质是啊。啊，可能我一回民国四十多年时，我做咧代理校长啦。啊，我做伫校长咧办公，啊，这校，这校长在挂牌啊。啊，内面一个老师呢，外省的呢，但是他又参加国民党的，我组长啦。校长，你出去，我叫我出去了。哎，我的校长，我的比校长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叫我出去啊。我们要开会啊，我开会你去开啊。开什么会啊？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小组会议啊，这个他妈这个他妈这个就是秘密的会议的会议啊，啊，秘密的会议啊，校长你不会在这里听的，出去，你们开会没演完好东西，我好多给我挂出来，哦，我操，现在国民党的车还都不方便，啊，要不我根本要这时间的话，你我讲不出来呢，我的车还都不方便。基本时间就未使讲落紧了，我基本就未使讲。教材话囡啦。啊。你是妈教，差不多人教我就未使。哦，知道我讲。快点，快点。要拿我，没法表姐。他多少吼，伊咧讲一项代志吼，我想到，讲一项啥代志，带阿叔，吼，这项代志吼，这个规矩吼，叫做兄终弟及，这句话你捌听着吼？这句话吼，蒙古人咧实行啦，可能今麦也不是咧实行，蒙古人是真少数民族。征服了世界，啊，逐年拢去战争，拔都西征，叫做长子西征啊，叫次子西征，哪有人叫做长子西征？这回去来烧钱咯，恁家的大汉呢，大汉囝、大汉囝、大汉囝拢来做一滴，啊，战一年无死，两年无死，三年无死，叫了东西啊，啊，怎啊？第老二，哎，啊，逐年安尼战，这个家族敢会存在？因吼个兄终弟及，你讲个吼话，甲太太呢，大汉的事甲太太交第二个，第二个爱负责甲因阿嫂，和因阿嫂怀孕生出囡仔上大个，吼、哦，即安尼啊，啊第二个若去死，第三就爱照顾三个某，吼安尼即制度。叫做兄终弟及，圣经内底嘛，同款，哎，圣经内底嘛是安尼，吼，即有即个制度，他都来讲着，他知吼，嗯，即个方法，有，啊，二零八的话，恁吼，诶，也阁真多啦，吼，咱。咱在讲个，我所知影就是，当时我要输，我在读幼稚园，啊有一日呢，啊叫我转去，啊到幼稚园就转去，啊就哇就乱七八糟啊，哦啊一个，阮家开店，两间店，啊中间有加卖，啊这间店卖这款的，啊迄间店卖迄款，啊边仔开一旁安尼，吼、哦，啊店门拢唔敢开。哎，叫我撞一个人出来，哦啊，真厉害！啊，我嘛在店内就在佚佗，
欸，啊，阮老母讲，你安尼，恁嘴都无声，啊，小等下我一个撞进来，来一个看，这间店，回头到尾看就都无什么嘞，吼，啊，无人伫遐，就出去啊。啊，刷落咱要路，就看迄个军车吼，啊，穿哦，个顶头诶，啊是吼，无看到现拍死诶吼，但是。啊，你叫做二二班啦，吼、哦，来，今天只位讲话啦，拄仔迄个台北酒店叫我讲，即个我今天实在我有甲伊分享一个代志，我想吼，今天伊多只甲大家分享，是安尼吼，迄、那个广东人吼，因向海外移民吼，有三个移民，有三个迄个淘金潮，140公里哦，去美国的旧金山，140公里。啊，150公里哦，去澳洲吼，迄、那个叫做墨尔本边哦，一个本地个。啊，160公里哦，去纽西兰南岛，有人去过纽西兰南亚小区无？拢无。纽西兰哦，纽西兰南岛有一个所在叫做基督，叫做红桥城 （Queen's Town）。但恁咧观光团有一个所在拢无 ，Queen's Town 的边啊有一个叫做 Arrow Town 城市，迄个镇城，普通拢无去。迄是一个160公里吼，迄、那个淘金乌金麦淘金厂。那迄个时阵，伊个纽西兰吼。伊本身的迄个罗岗无同，啊，所以吼，因着为一部为迄、那个为澳洲的矿场来引进迄个广东的罗岗，啊，一部分吼为迄、那个一大清帝国的广东移民一挂迄个广东人来。但当初去的时阵，因查甫的，先讲查甫的，啊，查某的旅馆袂使去，因伊无要互你带遐生团，就讲会阿叔阿伯带孙仔去，是啊。好，啊，那迄个 Arrow Town 就讲迄个镇城，即卖已经变作一个淘金城，一个历史遗迹。啊，迄、那个因迄、那个城内部分拢保留了真好。啊，当初迄个广东人，因是伫溪仔边，溪仔边啊，即卖都保留了。伊迄个所在啊，寒天啊，什么零下十，因我伫遐做旅游，迄零下15度的所在，足冷的所在。啊，伊迄块厝是用铁片砌的，啊，迄壁是用石头，零下15度足冷。啊，你去看迄个厝，你会感觉讲迄个时阵的心声。比如讲，伊有，比如讲较大间的厝吼，迄间厝是徛家。啊，嘛是因迄个乌落金仔的人，原来遐换钱叫做咱叫做转店。啊，嘛是讲吼，譬如讲因个广东迄边也有船来载因个出因个因个因个迄款个叫做亚洲的食品哦，家乡食品，你知无吼？啊，嘛是叫做 community center， 叫社区中心。咱即个广东来遮有闲来遮开讲，所以一间厝内底姑娘遐尔济，咱会当想象讲迄个当初迄个心声，就讲迄个广东人是住喺溪仔边，啊，但是因个白人是住喺迄个镇内。你知意思是安尼，好，啊，那么恁若有了解迄个纽西兰历史，你知影纽西兰南岛吼，中央的所在，我讲东岸有一个城叫做基督城，迄是叫做 Anglican Church， 叫做维利公会所开发的都市。啊，较南边有一个叫做丹尼顿，迄是就是基督教所开发的都市。那么伊是海边，啊伊是内陆，迄几个教区叫做奥塔罗地区。啊，那么当初伫乌金麦160公里的乌金麦时阵吼，迄个基督教会啊，教区又派一个宣教师。去个现场，甲迄个广东人宣告。啊，伊发觉讲话，即个广东人哦，真认真做工课。啊，不然吼，即个乌金啊，即个淘金潮，大概差不多10年就过去啊，有一部分人留落来，甲即嘛差不多7代啊。啊，我理解，因差不多子孙拢还佫会晓讲广东话。即个另外两个理由，即就是讲话，即因纽西兰白人，因无要消灭恁个家己个母语。啊，佫一个就是讲话，恁即个广东人家己有主体意识，哦，即是。一个代，啊，搁另外一个真趣味来讲，有一波人等于广东，那么一波人等于广东啊，啊，这纽西兰这个塔哥诶，基督教的教父有派宣教师对去广东宣教，啊，不然哦，所谓的因中因的国民党讲啊，黄花岗72%有1/3是基督徒，1/3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你讲啊，这大政教真腐败，爱推爱从上帝国在地面上行，爱从这个腐败政权推翻掉，但是1/3的青帮一提政权。就介少嘛，啊，搁迄个独白先嘛，即、這個、有安尼个册，明仔载当我万国书来，你甲问，伊其他几年前就甲我讲啊，啊，我是因为移民去纽西兰，我伫遐做旅游，后壁即站本来接到去，我那么电话后壁搁有一项故事非常重要，我头拄仔讲，就一部分个人吼，伊倒去广东，啊，一部分人留落来，迄是十部个哦，啊，尾后吼纽西兰哦，国家就开放移民，互恁个旅馆会当进来。旅馆会当入来，就讲咧接纳，慢慢仔一步一步滴接纳你。啊，甚至吼嘛，互你公民权。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个公民权是无完整，就是讲哦，恁袂使投票，无投票权。
啊嘛嘛无社会风气。啊，到啥物时阵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注意听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纽西兰有参加英国的联军，啊，去个叫做土耳其遐附近，跳一个地名，我怎会想记袂起來？啊，伫遐出征哦，在纽西兰的历史内底哦，死足侪人。纽西兰迄一天的军人节哦，都足大个纪念。纽西兰人口足少，才死几啊百人，不得了，足大个纪念。为伊怎啊开始？就是讲哦。广东人的子孙，因为纽西兰是征，是迄个叫做募兵制、征兵制度嘛吼，有去做志愿兵，做替纽西兰，就是讲去参加纽西兰的部队，空军也好，陆军也好，伫外国还是讲伫在内，为纽西兰这国家战死，因为为替纽西兰国家战死，就是讲吼，因对这国家效忠就对了吼，啊，所以就还完整的公民权，就是讲因的完整的公民权是因为因的子孙、因的下一代。有为这个国家建设，转来探国旗，打下去。我想这个所在，也是咱即马台湾民政府，伊要整理，要整理咱这个叫做啥？真正的台湾人的身份，啊，甲中国人民的身份内底，诶，嘛是赶快去做这项代志。啊，我即提供大家参考，多谢，谢谢。OK， 再过半个时间，到位啊！哦，安尼好，安尼感谢各位。